星期六田尾晚上有这个夜市，它只有礼拜六才会有的哦。姑姑推荐这间东西啊，这个帅哥老板的东西好吃哎，都会来买这家。你每个礼拜都会来买？店好多东西都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哦。哎，我可是不吃哦，你要自己一个人吃完哦。你妈妈要给他吃什么？他们不用，都不用。今天夜市是我吃货姑姑带路，跟着姑姑吃。吃货是那个耶啦，才是吃货。这种夜市的炸鸡都很好吃哎、欸！哇，那是装包的啊！每次在夜市看到这个印度拉茶就会很想点，不是因为它真的有多好喝，而是每次来都喜欢看它表演那个拉茶，然后还有它用那个袋子装，觉得很特别。你不觉得来买这种东西就是看它表演成分比想喝的成分多吗？买好了就可以像这样坐在广场边吃。逛夜市还是真的人多比较好玩哈、啊，可以大家一起分不同的东西吃。跟那个什么逛老街一样，大家一起比较好吃啊。一个东西吃一点，一个东西吃一点，就可以吃很多东西耶。嗨，早安。早安，吃饭。好，阿妈，早安。早安。今天早安吃什么？经常吃稀饭，我们家早餐都会有这个地瓜稀饭。小时候我只要地瓜稀饭配上肉松，再加一个酱油的蛋，我就可以大概吃到五碗的稀饭。也太多了吧，五碗。这是我阿公的开心农场，这里有种很多东西哦。阿嬷也会来这边帮忙拔草，然后拔草的时候就会有小猫来这边陪阿嬷拔草。这虾米？虾米菜。是啊。哎。这就是花椰菜耶，这旁边怎么那么多草啊？嗯，它长这么大颗，然后就拔起来之后就小小一颗花椰菜。这里还有芒果树哦。这是因为你喜欢吃阿公才种的吧？那还有这个火龙果耶，现在没有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白菜。这两个是洛梨，现在还没有长出来。这里洛梨比较矮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你家洛梨是高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它就是为了要材质，对不对？啊，材质让它不要一直往上涨，这样子要摘果实哦，比较容易，好吧？对不对？是这意思。还有芭乐，哎、欸，现在都还很小哎。妹子，你看这个小芭乐，这个感觉就可以吃啦、啊。哎、欸，是还有香蕉哎，这很明显是香蕉的啦。都给你带着。好了，这萝卜可以拔了吗？可以啊，真的、哦，嗯，好来拔这个，这是拔不动哎、欸，哇哇，这很大、欸，你还说小、欸我这个拔不起来耶、欸，哎呀，又给，哎呀，又喂给啊，嘿呦嘿呦，拔不动，不是。这里拔不起来了啦！你知道这里最多的是什么吗？虫子。对，是蚊子。虫子，欢迎去换茄子啦！不然它等下爬到我脚上怎么办、啊？它才不会跑你脚上。在我们永靖家附近有一间这个庙，它叫观玄宫。小阿公阿嬷就常会带我们来这里，那现在长大了，我们也都会陪他们一起过来。在这个庙很特别的是，可以看得到神明附身在这里的师父身上的样子。现在降临的是从尼泊尔来的转冰王，快点面线给阿公阿嬷吃吧。阿公，好吃不？好吃哦，哦，可以加几个哦。那我们去楼上看一下，我们去楼上拜拜走。这个哇，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楼上的风景。哎、欸，你看你家外面这块田，感觉就很好拍照哎、欸，整整齐齐的树，然后取一下景，应该就很好拍了。这里好像什么竹林哦，这里可以在这边做那个森林系瑜伽。还有竹林高手，还有翻跟斗哎，感觉像是功夫熊猫啊。功夫熊猫就是在森林里面。来到彰化就真的很多花花草草、树木可以拍。因为它这里就很多是园艺相关的东西。要回家了，回台北了，拜拜拜拜，阿公拜拜，阿嬷拜拜，拜拜。